去帮你教育他了。你表哥刚刚，你敢保证这是他亲口说的吗？哎呀，骗你干什么啊？刚刚我哥都拉着他过去说了呀，因为他说什么拒绝你，不好意思啥的。我就知道他上次为什么那样犹豫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哎呀，你自己想一下吧，你，哎，人家也想拒绝你啥的，你自己想想吧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就知道上一次李哥为什么那样。之前有一次我跟李哥说的很明白，我说我爸爸要让我结婚或者怎么怎么样的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犹豫，他也不跟我说什么。我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好吗？你们觉得李哥是真的真心的吗？哎，佳薇，李哥他说了很多，他也不喜欢你啥的，你放弃他吧。他在那里说了很多的。他说他不喜欢你啥的。不喜欢我，为什么之前还对我那样呀？我又很认真的问过他呀，我很认真的问过他，然后他也答应了要跟我在一起。哎呀，可能是他不好意思拒绝你吧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听你们的，好吗？我就算是我觉得我现在亲口去问他，他肯定也不会承认。就像当初我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他也是犹豫再三，没有说出个什么一二三。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是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他，或者是打心底就没有把我，就没有考虑过我。你想想，放还是放弃吧。一个女孩子家家这样倒贴，人家都说不喜欢你了。可是之前他说的是喜欢我，所以我才那样的呀。可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，哎呀，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呢。反正你慢慢想一想嘛。不是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，然后在后面有这些种种的表现，我再去问他，他也不会承认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也跟他挑明了说呀，但是他最后又来找我了呀。哎，可能他就是想玩一玩吧。人家是有钱人大老板。我知道了。你想一想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真的像我表姐说的那样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李哥会说出这些话来。就算之前他真的没有考虑过我，我们之间也一起经历了不少呀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你也不要再纠结了，等会李哥来了再说这个也不好，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个了。我知道了。
看病。不是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之前就有一点点的直觉，第三感觉就是，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就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，我不知道我是该继续呢，还是就此而止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一会儿，他们来了，听到了不好。等一下，李哥来了，不要说我跟你说了什么哈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，我是该相信，继续相信李哥呢，还是相信表姐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对，哥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我是该相信李哥呢，还是相信表姐？我听你们的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可能看不透那么多东西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。我相信你干什么什么啊？没事。小姐。来了，坐呀。小姐。哎。什么？我想相信你。坐呀，坐。没什么，我们再聊。那个呢，哥哥姐姐们，他们跟家伟聊天了。你吃饭了没有，表姐？我才吃了。别乱说话，家伟。我知道。什么？啊，没事。嗯。没事。这个太阳太大了。哥姐姐们，你们吃饭了没有呀？你们吃饭了没有？什么意思？相信不要相信表姐，什么意思？哥姐姐们说什么呀？嗯，没什么。啊？你们刚刚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们拿水过来了呀。我去给你们拿水过来了。啊，谢谢啊，那喝一口啊。表哥呢？啊。表哥呢？在那边，表哥在那边。水我都给你拿来了，快喝吧。你饿不饿呀？哎呀，不饿，我不饿。你们两个看着很般配的感觉。啊？我感觉你们两个很般配。我们两个很般配啊。对啊，你看你们两个都有夫妻相，你看嘛。啊？你看你们两个没有夫妻相吗？你看，还挺般配的。有夫妻相吗？对。啊。有夫妻相就好。没有吧。啊，没啥，表姐，哥姐姐不坏吧？表姐说我们两个挺般配的。什么意思？佳薇和你和表姐坏话，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。啊？没啥。啊？没啥。说你们两个很般配，看起来挺好的。佳薇。嗯。我给就是那个小就是小东嘛，我给他说好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后天都去我们家玩，我带你去我们家玩，去见我妈妈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啊？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觉得不合适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说我不去了。表姐，你说可不可以我带佳薇去，你说好不好？觉得可以呀，很好呀。啊？可以耶，看你们都很般配的，去吧。啊？去啊。你看，表姐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李哥我就不去了啊，我就不去了。就是，表姐都同意了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对，你去呀。
这里你看这些羊，我跟我哥给你看着就行了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我不去了。你看表姐都这么支持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那你去我家，我带你去见一下我妈，认识一下我妈。不，真的不用了，李哥。嗯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知道。真的，我感觉佳伟。嗯。唉，知道我那。我就算了，我觉得。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真的，有时候就很好的，有时候就，真的就。表姐，你支不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？支持呀，很支持。啊。很支持的。那我带他去我们家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、可以，你去吧，我给你看着。不去了吧，我觉得不合适，表姐。嗯、啊。都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去呀、啊？真的，表姐是真的。你来，你坐这里吧，你不要在那里。没事没事，我坐这儿嘛。你坐这里，没事没事，你坐这里嘛。那你来吧，这里嘛，你坐在他旁边嘛。没事没事。你觉得你真的支持我们两个吗？支持呀。啊。支持你们两个呀。谢谢你。来，你坐这儿吧，你坐这儿吧。那我带佳薇去我们家玩了啊。好呀。好，那我带她去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谢谢你。我就真的不去了。我就真的不去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我再去，就像我表姐说的那个什么样啊？就像我表姐说的一样。去倒什么，我就算了吧。我不知道佳薇啊，你看表姐都他们都愿意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，真的、哎、对不对表姐？对呀、啊、李哥，我觉得真的不合适、哎、我就不去了啊。